来点掌声支持给他们，这是我们远方而来的朋友啊，一定要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支持他们。 这个动作呢，现在很多师妹啊都喜欢，坐上这一个。哎，我们的狮子好像累了，现在要休息一下。 那我们观众朋友看上去呢？ 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细心的留意一下哦，到底我们狮子是怎么能够跳起一个芭蕾舞？
这个就是狮子的芭蕾舞。来，现在狮子同时站桩。不知道是不是狮子这一次踩的轻，比较轻。